太厉害了，没有刹车可以骑。冲啦！你叫什么名字？王建明。好，王建明，骑快点。没关系，你可以骑，你可以骑快点。这里就是通霄桥。现在就是我们的教室。真的哦。很充沛哦，卡就紧嘞。人家他们也是有去环岛过的呢，爱加贝，他们有那个环岛小朋友环岛。对啊，这一次只有我一个人啊，可是有很多朋友会陪骑啊，就像今天早上你们要陪骑一样啊。好，你一起来啊！哦，是吧？哦，那你要再多吃一点饭，长大一点，你妈就让你去了。小心车哦！因为你妈担心你啊。经过一个工地，所以你要多吃点饭，你多吃点饭变强壮了。我帮你拍啦。不行，我担心我的相机。相机比较危险。不会，我都可以化险为夷。哎呦哎呦呦呦呦呦，好好好。帮你拍啦，这样太危险。不会不会。OK OK， 这一段是施工区域。